Hello， 四個大四圍又嚟到啦嚇，西樵山啊，國藝影視城啦，有一條老街咧，大家一定要睇睇啦。呢條老街叫咩啊？叫廣州老街啊！嗱，你睇下呢度，哇！你睇下好多啲唔同嘅廣州時代嘅老招牌啊，瑞祥啊、啊玉器店啊、亨地中錶行啊，係咪好多嚇？甚至乎珠寶玉器店都有啊！嗱，望望過嚟呢邊咧嚇，原來呢度咧就係佛山嘅嚇老街啦，佛山老街啦嚇，以前有好多啫嚇，啊茶館啊、當鋪啊，裏邊有好多五光十色唔同嘅環境嘅情況啊。以往咧嚇就有清平飯店添啊，係啦，嚟到呢度佛山西祠咧，一定要嚟到呢度啦嚇，廣州老街同佛山老街行下影下相啦。